啊，唯一正方知，什么方法真？放下就真得了。放下才把真正自己找到了。真正自己是什么？是佛啊！哪一尊佛了？阿弥陀佛了，一点都不假。 怎么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呢？给诸位说，一切诸佛都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，就是他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一切诸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这个说法，大家概念上比较清楚一点，真的是化身。 那在经里不说，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，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树木花草是的，山河大地是的，连虚空也是的。这样，你才慢慢去体会到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 为什么叫你把心里面只装一个阿弥陀佛？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都什么都没有，你就会开悟了，你就会成佛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迷到悟。 一个秘诀，这是开悟最善巧、最妙的一个方法。啊，其他方法都比这个复杂，都比这个艰难，这是最容易、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稳当。 啊，只要你把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真肯干，就在一念之间呢。一念之间呢，凡夫成佛了，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啊！啊，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 不是别的，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，啊，能对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全是自信，是自信的本来面目。 啊，起心动念，这才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啊！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通通没有啊！《观经》上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